头啊，原来可以这样子啊！你好样的，你敢耍我？这也不是不行吗？我后来想想，我想要每一个题材，然后再介绍每一个道具，可能会跟七号堡垒一样啦。好，那这里先讲这个好了。是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可爱的地方。再稍等一下，这个下线了。他比较改成挂机手游。嗯，真的。